找回失落的声音 Rachel 主持，让我们把流逝的欢乐时光再度的带回到你我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一同收听找回失落的声音。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长长的街好像在燃烧，沉沉的夜徘徊在木棉道，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木棉道我怎么忘了，那是去年夏天的高潮，木棉道我怎能忘了，那是梦里难忘的波涛。朋友们，欢迎再一次来到找回失落的声音节目，我是胡美健，刘志赛。我们再一次啊，和 Richard 一块儿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轻松的、愉快的、没有压力、没有烦恼的时光。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讲的，说的压力就丢给我吧。呀，那怎么行？我们不能够叫虐待你，我们还需要你跟我们共度很多很多时光。因为看看我的体重就知道我可以承受很多压力，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敢讲，不敢说。不过呢，真的是希望就是和 Richard 我们的这一段时间，我不晓得朋友们你怎么样啊，大伙你们怎么样？但是我的确是很轻松、很快乐，这是我难得的在工作之余啊，不，工作之中。苦中作乐，一点都不苦啊，是吧？一点都不苦，反正就是可以神游天外，然后可以真的不顾形象的在这里嘻嘻哈哈。那您是讲我了，好，没关系。上次我们带过有没有那个，那叫什么名字？郑怡的歌曲，对不对？郑怡的歌不好唱啊。对，但是我们不是说郑怡的歌曲跟张清芳有点类似，对。但是上次我觉得我好像张清芳把它落掉了。他打电话给我那天晚上说，你这样子小三你不公平，好，你怎么读后姓郑的，好，清芳妹妹现在有这样子的抱怨，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她开始吧。好，我们也谈过嘛，对不对？张宇的话呢，我看看有没有试着机会呢联络到他，明年我想做一个张宇的节目，那我一定捧场，我们大伙都是签了名的捧场，现在就捧场。我们要不要联署一下？我现在要先敲他，看敲得到敲不到。张宇，因为张宇以前我们他自己讲，因为他的声带受损，有问受损，所以他很多的歌曲，就算是他自己以前的代表性的歌曲，他都没有办法唱出他想要的那个味道。那天的话，我就稍微蔡宇也可以。好，我们带来这条哈。好，这条是张清芳跟张宇的合唱，听过没有？什么歌？没有吗？好，听听看。叫做《别来无恙》，听过吧？听过，听过。从来不曾预期，还会遇见你，能不能不说话，让我的情绪尝一尝。不要试探彼此的伤，问候语气有点凄凉，我设法压抑我自己，努力安抚难面对你心里的伤。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为何你眼中泛着泪光？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爱就这样受伤，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为何我至今失去方向？你放弃了我，放弃了你，是不是遗憾就从此的遗忘？
别来无恙。 OK， 这首歌歌名我有印象，里边的这个歌曲的话印象不深呢，但是我知道是他们两个人张清芳跟张宇合唱的，而且这是很早很早的哦，这是很早，这算是超早的歌曲，很早的歌曲。而且呢他还有另外一条歌曲呢我也有练过，另外一条歌曲张清芳，但是不是他们两个，不是他们两个唱的。所以我们这个张清芳的歌，今天我们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专门，我们像是李宗盛的歌，张宇的歌，你知道我这样哈，稍微一个专辑一样的，对对对对对，就说因为我们做这种做这节目做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嗯、反正我就是漫无目的的抓了就唱 ，OK， 然后觉得听一听，觉得哎，好像每一集都这样，有了无新意的感觉，没有一个新鲜感。是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没有新鲜感，因为我们唱的在节目当中啊最好是有一个 agenda， 就说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 OK， 都是我们现在是你说像李宗盛，李宗盛其实他也有很多时代，他有民歌时代，他还在这个band 里面，对，在乐团里边的那些那个时代，有后来他写歌的时代，他唱歌的时代，他现在变制作人的时代，他出来的像是辛晓琪，有没有也是他带出来的？对OK， 他带出来了许多的歌手，里面其实李宗盛就可以，就可以说以李宗盛他的名字为 topping， 然后下面他写的歌哪个歌手唱的，哎，也可以往这边，对啊，也可以这样，李宗盛自己唱的。我怎么没有想过这样呢？然后李宗盛我一点就通了，和张不是张清芳，以前张艾嘉，对，张清芳也有啊，他跟那个合唱，啊，那应该不是他的吧？结束不是他吧？结束不？你对我说不是。他是跟谁唱的？不记得。但是李宗盛跟张艾嘉也有合唱。对。所以我想这些歌我们都可以，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 一系列的这样子来介绍。那我可能要稍微认真一下，因为李宗盛不是每一条歌我都会唱。李宗盛还有张宇啦，还有周华健啊，对对，周华健、啊、太多了。伍思凯啊，还有一个人非常重要，你不要忘了。谁 ？Richard 蔡。那当然，这怎么讲都绝对不能够忘掉。今天呢，有点脸皮有点厚，因为今天天气的关系，因为我现在每天早上我都走一个小时，六点起来我就去 Memorial Park 里面走。你发现哈，前两天有一天比较凉，秋高气爽，你走起来就觉得很轻松。嗯哼，这一阵子温度稍微下来一点，但是湿气很重，像台湾一样。对，你走起来就觉得很累，哎。一样的走了，为什么今天我走比较慢？一样的路程，湿度高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在外头走了，我会觉得没办法呼吸了，我觉得很累，没有办法呼吸。好，没关系，我们带来这首呢叫做 Man's Talk， 听过吧？有。你说你有个朋友住在淡水河边，心里有事你就找他两天，直到月出东山你才满脸抱歉，告诉我你怎么躲过这一天。你说你有个朋友住在淡水河边，像是在你沮丧的那一年，直到我的出现你才满心快乐，把我们的事对他说了又说，不像平常那样的沉默。人不能是朋友吗？你怎么都不回答？你的心事为什么能够告诉他？我其实也想知道你有多么喜欢我，你怎么能别人形容我？后来我才知道，有些话你只对朋友说，你们叫他做淡水河边的 man talk。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事你只对朋友说，我和你就像天和地，你是云天上飞，而我的泪水滴成了河。
这首歌我听过，而且不久以前我好像还在我自己的这个档案里边听过这首歌。是吗？呀、yeah, 这首歌是张清芳的歌，没错，非常代表作之一，也算是他代表作，但是并不是后来就唱的少了。但这条歌虽然但是好听，但是不叫做，为什么你知道吗？唱的人，你去卡拉 OK 唱的人既然不多，点的人不多。谁写的你知道吗？这个应该是不是我写的，看一下啊、这边写的是郑华娟写的。郑华娟，姓郑的这位姑娘。哦 OK， 郑华娟本身也是一个歌手啊。是吗？那有机会呢打给我一下，我们好好商量这个事情。郑华娟我如果没记错她也是民歌手啊。好像应该是。反正呢我这两天呢就有点，就像你讲，有点一段时间很烦。嗯哼。就是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呢，我就哎反正呢我一烦，我老婆就跟我讲，哎你去弹琴弹琴，烦死了。你不要来烦我，你去弹琴吧、嗯、好，我说他在你在烦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呢这条歌忽然，这是两个女孩子的歌、嗯、好，你听听看哈、嗯、从你心中我才明白，这些日子以来在你心中已经有了另一个女孩，我知道爱情不能勉强，但是我还是无法释怀。认识你只不过是最近的事情，感觉上却好像是早已和你熟悉，可是我不断想起你的另一段感情，我是不是该离开你？我不想介入别人故意，我是不是该离开你？我不想和别人分享你，请你告诉我。自己这些日子以来，这首歌倒是他的代表作，而且常常听到。是谁的歌？郑怡、哦、他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唱。对，刚才那应该就是郑怡，那个是不是郑华娟？好像就是他们两个人。这个我没有，我来，我拜一下 Google 大神，我来拜一下 Google 大神就知道了，因为我记得这一首歌就是他们唱的，这些日子以来。好，在你 Google 的时候呢，我们带来一个，这条歌的原名叫做、哦、对不起，这是张清芳，不是郑怡，是张清芳跟范怡文，我完全弄错了。没关系，张清芳跟范怡文，人都有犯错的时候。那我犯错的几率也太高了、啊、太频繁了。那您跟我比，我的几率也是更高了。我呢那个以前我你知道我读书的老师教训，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我说老师我不晓得，因为我从来没有对过，所以我又他说你这家伙讲话怎么这样子啊，是啊，我从来没有对过，我怎么晓得我错在哪里、嗯、是不是？是没错。对不对？可以这样子说。对，譬如说你这样子、哦、今天这个女孩子，譬如说你觉得她怎么样，你说哦，你不要说她丑，丑就很伤人嘛、嗯哦、她不是很漂亮，哎，你听起来这个可以，对不对？对不对？你说她，哎，月泉你怎么这么肥？你就听起来就觉得，妈的，月八跟月八这两个是我的忌讳。OK， 你可以说，哎，月泉好像不是很瘦哈、啊。哎，但是月泉你很壮哎、啊，你看起来很壮实哦。啊，是吗？没关系，可以的。说话的艺术哈。对对对，这就是说怎么样？像我做 salesman 对不对、嗯、这一句话可以改变很多 business。 譬如说这客人说，哎，譬如说胡主任打来， Richard 我需要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是 out of 我的 line 的东西、嗯、那我跟你说，哎，不行啊，说这个我一下就我帮不了，我说这样子，这个虽然不是我专，但我帮你打听一下，如果有适合的我再跟你讲，你这个听起来就觉得，哎，这不是一个拒绝，这是一个帮忙。At least you try。哎哎哎，对，好像都 do me a favor。我跟我儿子讲，你什么东西就是 at least 让给别人感觉你在 try，、嗯、你不要说 oh no I cannot do it，
man， 我还没讲完呢，你就说 we cannot do it， 所以这种有时候讲话就是一个艺术，对吧？这种说话的艺术，有的时候有人说哦，你不够诚实啊，这个圆滑，这个不是诚实跟圆滑，我觉得这是一种没有先不画下一个。当然黑跟白不马上切下去，而且对于别人是一种尊重，你知道，说一个男孩子说哎、欸，他很矮，你不要这样讲，他不是很高，对、欸、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但是也不脱离现实，这他是不高啊，对不对？我也不高啊、没关系嘛，高又怎么样呢？高你有赚的比较多钱吗？啊，你瘦有说你 guarantee 你可以活得比我久吗？没有这种事情、就是、对不对？是，所以说就不用纠结这些了。就是你何必呢？有的人就说哎呀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反正呢我也碰过很多这种人，反正我说、啊、老哥只要你高兴呢我就高兴了。这样一句话就把他打死了，对不对、我呢就是为人民服务，您觉得怎么样？太好了、当阳光洒在昨夜泪水里的枕上，我刚刚醒在一个没有你的异乡。谁说幻灭使人成长？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过去是我太傻，爱你爱太狂，失控方向。California 的阳光，赶快治疗我的忧伤，好让我更坚强，不要在意户外的过往。来日你再独处相逢，你会发现我已经变得不一样。到时候生命中不再有你，心中充满 California 的阳光。加州阳光，我本来想说改成德州阳光，但有点热，算了。德州现在不叫做阳光，现在是火光，火德州火炉，德州是火光，不是阳光。好，我们哈跳个痛。我这几天也听了很多 Bee Gees 的歌，因为 Bee Gees 已经绝响了嘛。对。他那个所有的哥哥啊弟弟啊全挂了嘛，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有点 sad。 我老婆你跟人家 sad 什么，人家挂就挂，你 sad 什么？哎，因为这个从小就是我的，因为我练歌很多，这样的英文呢、我也都很多都是从这边学来的。哦、Bee Gees 的歌，对啊，哦，那 Elvis， 但是 Elvis 是 Number One， OK， OK， 人家不敢说 Elvis， 我说 Elvis Number One， 不敢人说别人给有 Number Two， 哎，这是这样讲对吗？不对吧？如果不敢讲 Elvis 是 Number Two， 没有人敢讲 Bee Gees 是 Number One， 哎，好像也不太对，也不对，两个完全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没关系，这个时候呢，这个头脑有点不太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唱歌，唱歌 Bee Gees 的歌，冬雪。A tear for me, no, it's not your style. If you're not here by me, then it's no worthwhile. My word is ourAnd this world is your world, and your world is my world, and my world is your world in mine. I've been crying, I'm lonely.What do I do to have you to stay? I need you to cry on. I written to you nearly every day. My world. 听过吧？说实话，还真没听过。
没关系，我还认为我对 Bee Gees 的歌很熟悉的呢。No, 他有很多很多的歌，但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可这首歌我真没印象哎，我真的没有印象。但再听听这条吧，下一条。Who is the girl with the crying face and looking milling of sign? She know what lie is a wronging face. Her face shouldn't show me a line. Melody fair, won't you comb your hair? You can be beautiful too.Melody fair, Melody fair, Remember you only a one. 不太熟。Melody fair 其实是那个什么两小无猜的主题曲。是吗？之一啦。对。因为我也真不熟这首歌。这首歌还真没有印象。还有没有什么 Bee Gees 的歌、比较大众化一点。大众化一点的。大众化的 Bee Gees 的歌。I started a joke. We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laughing. If I only think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Oh no, I started to cry.We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crying. But if I only seen that the joke was on me, I look at the sky, wrongly my hand over my eyes.And I feel out my bed Only I sing from him my son 这首歌有印象、哎、很有名拜托、哎、很有印象还没有歌词没有歌谱、啊、对啊我就在这朋友们我就在这看着 Richard 完全没谱没词没有准备的就这样子 就来了、很佩服对不对这个其实为什么其实还有很多歌我想一想哦这个 Bee Gees 的歌其实我练的也蛮因为到餐厅里面呢 Bee Gees 还是比较有名一点呢、啊、你知道吗但哦你想说、哦、接下来我带来这首是Bee Gees 的歌曲呀人家现在就拍手但不晓得是哪一条我还没讲人家就拍手了对你如果除了这种比较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哦，那个还不是很熟，下次下次我带来。More than a woman. Yeah, more than a woman. 因为他那个和音哈、哦，和音真的是太棒。To love somebody. 啊，对呀、啊，哦，那个我那首歌。There's a lie, certain love and lie that never shone on me.What life can to be If I lay with you Lay with you 就这样子对然后 too There's much a way Everybody say、啊、忘记了不那歌我都有练过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呢就是没有那个比这个更熟、DreamI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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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 I dream, dream, dream When I love you In my arms when I need you And throw me tight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I can make your mind Touch the lips on wine Anytime, night or day Only trouble is Gee whiz I dream me my life away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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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you so
that I could die. I love you so, and that's why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这首歌，我想朋友们听了以后，想说不知道、没听过。都不大可能，对，就是比如那个 feeling 那个一样的意思嘛，对，一样的嘛，对，这是一样的。然后就是反正的吉他入门 today while a blossom、我问你好、你比较喜欢这一条 today 还是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喜欢这首是吗？ 500 miles、我记得我们还在节目里边特别唱过一阵、好两三次这首歌其实在早年，这个是在黑奴时代的歌啊。对，你跟我解释。对，黑奴时代讲这个黑奴要从自己家被卖到另外一家，坐500里的坐火车，走了500英里。现在500里没什么，以前我要以前是很远了，所以他跟他的朋友家人讲，你 miss 我的话，你会听到火车的 whistle 那个喇叭声，我就已经走了。然后他说他的肩上没有一件 T 恤，没有一件 shirt 在他肩上，他的名字下面没有一分钱，他没有办法回来，太远了，太远，500里 500 miles。 哦，我现在有一条 BG 诗歌、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我唱过，听过吧，对不对？我们试试看吧。 I've been thinking younger days when living from my lifeWas everything man could want to be. I could never see tomorrow, but I was never told about broken so long. How can make you a broken heart? How can you stop the rain?From falling down, how can you stop the sun from shining while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我听过，不是很熟前面的，但是不是很熟，真的不是很熟。他那个不是最主要，这个是因为他那个三个合音真的是很棒，因为他们三个人的。是的，好像你这样会让我想起无可置疑的感觉。没有没有，你知道他们三个人的合影，你知道在早年在台湾也有一个原野三重唱，原野三重唱有没有？你知道也是三个，他有一条歌迷很久，但是我忘记叫什么名字，我一直想不起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他们有一个是郊游还是什么？我想不起来。原野三重唱，两个是兄弟，然后有一个是朋友。他们不是就是像 Bee Gees 的话，大概好像都是他们是三兄弟，但是原野三重唱是两个兄弟，然后一个是朋友。他有一条歌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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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但是我一直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他叫女人和李白喝一杯酒，处理狐狸狐狸小走。有这首吗？抬头月光依然明亮，我忘记，这好好听的，但是我想不起什么，还是刘文正，可能应该是刘文正的歌吧。刘文正，我知道原野三重唱的时候他们唱船歌。哦，对，还有叫什么啊？原来是林峰，林峰也唱这个船歌。喂，风儿吹过我的窗外，他不想唱，他的这个卷舌卷得很厉害。姑娘你不那这方面呢，我就不加多揣摩了，因为我不太行的感觉。不过你讲到原野三重唱，讲到 Bee Gees 的话，真的在这个就是乐团里边啊，这个男生的这个合唱的团体来讲还并不多。因为其实你知道他的歌是有难度的。Bee Gees 有难度的， Bee Gees 的歌不好唱。对， Too much heaven， Too much heaven no more， Nobody get too much heaven。 哇，这差就挂了。
唱一条歌就挂了。哎，我们今天效果还不错嘛，胡主播今天笑得很灿烂了，短时间十五分钟的 relief 啊。是不是这样子？真好。If you are miss a tree I'm on, you will know now we're gone,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a hundred miles,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 You can hear.The whistle blow a hundred miles， 干嘛来呀？这笑得多灿，这种由内心发出来的快乐，就是不是说快乐，就是说 relief 一点点，就是哎呀，忽然那段几秒钟忘掉了所有的烦恼，是很开心啊。嗯，我自己开心独乐乐，但是没有办法和众乐乐众乐乐，我就是如果刚才的那一段如果我没把它给 mute 掉出去呢，那就不是众乐乐了。现在最大的一件事，我现在独肥肥没有办法让乐乐众肥肥，是不是这个意思？No comment。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吧？是不是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了。不过今天很开心，我就把那条歌把它唱完 好不好？叫做我刚要上哪一条？你刚唱哪一条？刚才我们不在唱 500 miles 吗？对呀，还有 today while the blossom still cling to the o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and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 should all pass awayAnd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s mine today. 哦，对了，结束以前，我跟Richard， 下次的话，阿爸的歌《I Have a Dream》，我好喜欢这首歌，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我心情很 down 的时候，情绪很不稳定，很看什么人都不顺眼，看自己更不顺眼的时候。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我有机会的话，下次那个是那个谁的蛮有名那个Luther King， 有没有那个黑人呢？ Uh-huh. 他在华盛顿呢。I have a dream. 我说的是瑞典合唱团阿爸，他们我可以我没有听过，但是我可以试试看。你绝对听过，你阿爸除了 Money Money Money， 还有这些 Dancing Girl。这些其实这首歌是 Honey Honey A Tree Baby、uh-huh, Honey Honey 好，也是他的 Honey 也是他的歌、okay. 好，没关系，那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吴主播又把功课交下来了。但是我有一个习惯的功课常做不完，所以呢我会尽量 OK。 好的，好不好？今天很高兴今天看到吴主播笑容灿烂一点，谢谢。忘掉烦恼代表说我今天实在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怎么漂亮，现在很开心，希望这样子快乐时光，这个快乐的分享给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胡美杰。下一回我们找回失落的声音节目当中空中再聚，拜拜。